搞得这么神秘？别说话，闭好眼睛，一路往前走。哎，往左边点。哎，我眼睛痒。哎，别摘，别摘。啊！都说了别摘了，他把你吓的。放轻松，就跟平时走的一样。不要。明明刚刚走的挺好的，怎么非要抱着你啊？进来试试。试试看。对，就像这样。怎么样？看样子是不怕了，那我们就玩点更有趣的，走。啊！不是，傅九云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么高，掉下去怎么办？我……你呀，就是变着法让我抱着你。没有，嘴硬啊。